害他没钱就换来女儿。吉隆坡十一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戴不满指出，一直以来只用作收取国会议员津贴及彭亨州州务大臣退休金的个人银行户头，证实已在上周被冻结，并在缴付保释金后，迄今仍未获解冻。他是在开支票支付换来女儿布克里诺丽莎医药费被退后，才知道个人银行户头被冻结，以致他无法支付女儿的医药费。图片来源：迪莫里卡恩。而有媒体早前报道，纳吉长女诺丽莎·帕特里诺丽萨·纳哈布正在治疗第四期癌症，而其银行账户同样遭冻结。图片来源：莫多巴兹。他在其面子书上撰文指出，在他于上周支付第一笔保释金后，其所有子女和孙子女在没有被通知下，银行账户也遭到冻结。为何我的孩子要被如此对待？他们没有参政，且从未获取任何政府合约。我今早得知儿女的银行账户已获得解冻，这表示当局之前发出冻结我儿女银行账户的指令是毫无根据的。他强调，有关上周被冻结的个人户头没有其他交易，并与任何政治事宜无关。也与执法单位正在展开的调查行动无关。那时收取担任国会议员辛金和彭亨前州务大臣恩凤金的户头。纳吉今日在面子书贴文上如此指出。原文：雷科德萨亚西巴加伊塞朗赫利波利泰克梅布克蒂卡恩萨亚塞朗德莫克茨萨亚佩卡亚凯帕达普罗斯斯扬阿迪尔丹因泰格里蒂马卡马佩克西德曼坦瓦姆丹西斯特姆基迪兰杰纳亚基塔萨亚梅纳里马凯卡拉汉丹蒂达克坎霍坦根达勒姆普罗斯斯皮利汉雷亚佩尔利汉库萨克拉哈恩伯克塞卡拉阿曼朱加布克蒂凯帕达哈基卡特尼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萨亚蒂达克佩纳梅班塔特乌普梅恩坎普里西巴朗西阿萨坦雷科德扬达门胡克卡恩萨亚特拉梅博卡恩克贾萨姆 A 彭丹根皮克伯克萨扬门贾兰肯西阿萨坦巴加伊马纳帕达皮克扬斯门耶巴尔达克亚波利泰克佩尔巴加伊塔杜汉迪比特特勒达普萨亚丹巴加伊马纳萨亚门根达利卡比内雷普塔西萨亚迪马克恩丹吉卡基塔贝尔菲基尔塞卡拉拉西纳尔特丹帕特班亚克纳拉蒂夫杨蒂达克贝拉萨斯埃科伦蒂达布克蒂逼阿吉门多哥纳拉蒂夫图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塞珀蒂安达萨亚汉亚塞朗拉克亚特内加拉尼扬蒂达克特肯卡利达里哈克蒂达克贝索尔拉阿克苏斯凯帕达基迪兰丹哈克凯帕达佩迪卡拉恩扬阿迪尔丹特拉斯萨亚霍马特凯普蒂萨恩扬克拉迪比特奥莱拉克亚特丹曼达特杨迪伯里卡恩凯帕达克拉哈恩巴亚朱加门江吉卡恩西斯特姆德莫克雷西杨莱比梅卢斯萨亚朱加梅麦甘克拉哈恩凯帕达贾尼西杨特拉迪比特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塞珀蒂扬基安达梅克鲁姆萨亚特拉迪塔汉帕达塞拉萨莱帕斯丹迪达夸哈里贝里库特尼亚卡特杰明迪伯里卡恩奥莱马卡马帕达哈里萨马阿达拉图朱姆拉扬贝萨 RME 朱塔梅尔卢伊迪阿彭巴亚伦迪阿安克萨亚门杰迪彭杰明迪安美马图佩里塔马卡马帕达伊沙宁拉卢哈希尔索科根达里凯尔鲁尔加拉卡恩拉卡恩丹佩尼科萨亚达帕特梅马图希拉卡特杰明扬迪特塔普卡恩奥莱马卡马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拉梅塞迪亚梅克鲁姆阿卡班克安克安克丹库库萨亚特拉迪贝库卡恩坦帕西巴朗诺蒂斯塞莱帕斯巴亚伦卡特杰明佩塔马迪比特帕达拉拉卢
门加帕安克安克萨亚特特特克卢克凯帕达拉亚南塞帕马图塞当格卡恩梅里卡布卡恩西巴吉安达里西巴朗克伦萨克塞马拉蒂达克佩纳梅纳里马西巴朗科特雷克特乌梅布特鲁萨恩佩尼亚加恩丹根克拉哈恩。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Thank you.